大家好，我是老胡。参观完高尔夫大学，再带大家来看看高尔夫大学的植物园。这就是我们所在的位置，这个步道还蛮宽的。如果发生紧急事情，摁一下这个按按钮，钮。学校的保安就会马上就赶到。这个雕塑应该是一个鹤。这是一个塑像，这是吕皮某的一个塑像。喷泉，还有好多雕塑。这个抱的是葡萄。这个是点了灯的，这就是艺术。这就是高尔夫大学植物园的捐款板，这是一个艺术模型，在橱窗里面一个雕塑，听着里面有上上来。高尔夫大学植物园啊，我们就参观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再见。